分享成功的思想，照亮人生的方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叶。废掉一个人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下努力。没错，努力确实很重要，没有不努力就能成功的人。但我担心一味的鼓吹努力会麻痹了很多年轻人，以为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。这个世界上努力的人太多了，但获得成功的人有多少呢？孤注一掷的努力，而不思考努力的意义和价值，会毁掉一个人。方向比速度重要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因为对的选择，让努力变得有意义。方向不对，越努力越悲哀。有一头鲸鱼被发现死在英国的草原上，距离海岸线800米远。经过动物保护组织深入调查，真相是这头鲸鱼被冲上岸搁浅后，希望通过翻滚回到海中。不幸的是，它弄错了方向，奔住反方向的草原一直努力，直至死亡。我们真的太怕被同龄人抛弃了，很多时候就像这只鲸鱼一样，没搞清楚方向先迈了步子，总觉得努力了就够了，实际上离目标越来越远。马云毕业后想去考警察，身体素质不达标，去肯德基面试店员又没被录取，后来创办翻译社也不顺利，还被骗到了美国，差点回不来。如果说前面的失败都是韬光养晦，那么直到踏入了互联网这个行业，创办了阿里巴巴，马云才终于开始崭露头角。垃圾释放错地方的财富，庸才是站错位置的人才。黄渤唱了好多年的歌默默无闻，阴差阳错演了一部电影一炮而红。陈腾当年是表演系的男神，颜值巅峰的时候默默无闻，没想到不入中年严小品火了。人生不是一场短跑，而是一场马拉松，你不能一开始就全力冲刺而不思考自己到底想去哪里。努力可以去做你热爱的事。有个男孩大学毕业后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听从父母的安排，先是做了2年会计，又做了2年木匠，又做了8年卡车司机，但都觉得没意思，一点也不想好好干。后来他有幸看到了星际大战这部电影，心潮澎湃，终于找到了人生方向，于是辞职专注于自己热爱的电影，一干就是32年。这个男孩就是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。之前有人针对996的工作制问我的看法，我回答唯有热爱，在不热爱的事情上一分钟都难熬。我知道努力很重要，但是不能盲目努力，长久地活在痛苦之中。成功的道路上充满艰辛，考验的是谁足够坚定。如果不知道自己是否热爱正在做的事，可以这样判断，对比付出的努力和收获，你感觉哪个更值得。没有功劳的时候别谈苦劳，战术上的努力永远无法弥补战略上的懒惰。用钝斧子砍十小时柴，不如花10分钟磨磨斧子。羊圈破了个洞，24小时盯住房廊，不如花2个小时把洞补上。任正非在华为的发展史上始终保持10%的员工淘汰率，甚至不惜2次血洗公司。很多人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落选，依依不舍地说，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任正非听了很生气，什么叫苦劳？就是无效劳动，就是浪费。老板往往会被有苦劳的员工感动，但不会为其买单。北海爷爷在我刚创业的时候就告诫我，有一种懒叫做只努力不思考，只知道跑不抬头看路，最后偏了方向。用努力骗自己骗别人都很容易的，但是骗这个世界的因果很难。努力是走向成功的重要手段，但不是唯一目的。为了看上去努力而努力，实则是消耗自己。没有目标的时候记得跟对人。1997年创业失败的马云对同事们说，
你们要是跟我回家二次创业，工资只有500元，办公室就在我家呢，做什么还不清楚。我只知道我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商人网站。如何抉择？我给你们3天时间考虑。不到3天，这些人全部都留了下来，成了阿里巴巴18罗汉，和马云一起缔造了传奇。他们无法预知阿里巴巴几十年后的成就，但他们都做了一件正确的事，跟对了人。特别是蔡崇信，他加入阿里巴巴之前已经是北欧最大上市控股公司的亚洲区总裁了，但是他看中了马云的眼光和他的潜力，毅然放弃了丰厚的待遇，加入马云团队，领500元的月薪，是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如果你暂时没找到努力的方向，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跟对人，就像踩住前人的脚印上路，心里总是踏实，不至于掉到沟里。如果你是新的水手，对大海一无所知，那么上对了船，跟对了船长，比自己使蛮力划船有效得多。做对了事，事半功倍。曾经的中国首富、顺带网络的创始人陈大年，曾经也推崇996工作制，那时的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，带助员工一起加班，时常凌晨组织会议，特别拼。后来有次在加班路上晕倒，被送进医院后，父亲问了他几个问题：你是最聪明的吗？是最努力的吗？他老实的回答：不是。父亲又问：那你凭什么赚那么多钱？陈大年突然愣住了，他之前总以为是努力让他走到今天。回顾自己的创业史，却发现成功在于3个关键点。决定代理热血传奇，开始自主研发传奇世界，做起点中文网。从医院出来，他感慨地说：决定一个公司制胜的是正确的决定，而不是最拼命的那部分。有个很经典的选择题， A 选项是一次性给你100万， B 选项是今天给你1块钱，未来连续30天，每天给你前一天2倍的钱。如果你选择了 A， 那么你将和5亿元擦肩而过，也就是 B 选项的最终收益。人生也是一样，比盲目出发更重要的是做出更好的决定。成功大多不是一意孤行的结果，马云不是，王健林不是，任正非也不是，没有任何一个赢家会用孤独标榜自己。与其一条路走到黑，不如先完善自己，摸索人生方向。玩过迷宫的人都知道，用心走了半天，结果发现是死胡同，会有多失落。总是把失败归功于不够努力，很打击一个人的自信心，甚至会可能使他一蹶不振。成年人为一件事拼尽全力的热情和机会不会太多，可以不为失败找借口，但一定要为成功找方法。你做完了100件无关紧要的事，不如做好决策，搞定一件重要的事。不要用苦劳感动自己，要用功劳证明自己，因为选择永远比努力重要。